TGS 東京遊戲展2018剛剛就圓滿結束咗啦。今次入場人次又再破紀錄，我哋喺開放俾公眾人士嘅 Public Day 亦都入場睇過，真係名副其實嘅人頭湧湧㗎。去唔到日本親身體驗嘅你，就等我哋帶你嚟一個 TGS 精華遊啦。我而家俾錢啦，咁我咧其實咧就唔可以自己攞嘅，都要喺呢度揀咧。咁揀完之後咧，再叫佢攞，咁然後佢攞完出嚟之後咧，我先俾錢。咁成件事就簡單啲啊，冇咁混亂啊。500 yen啊，其實都係200-300 蚊。TGS 2018鼠一声就完了，但是我们另一集文档的工作就没那么快完的，大把游戏评测报告等着你来看，之后还会有送礼活动，想得到我们由日本空运回来的超限量精品就记住不要错过了。